好，谢谢。啊，这个是我本人的作品哈，文千艺。那这个主要呢，这张画的欣赏就是看到这个山的主体哈，主要是放在左半部哈。那也可以看作是一河两岸哈。那右半呢是一个虚空，可是虚空里面又点了一个小船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很坚实的这个山体哈。那但是它又有层次啊，前景是啊一排树木哈，还有岩石。那中景还有远景啊，那这是表现一个文人山水的一个意境。那这个画法呢，基本上就是要有一定的这种书法的线条的锻炼啊。那这个用意呢也是一样哈，成对角线的哈。这个下面这个是一个压角章啊，这压角章是曾子云老师所镌刻的一个一塌糊涂啊，表示我这张画画的。也实在是一塌糊涂，好，谢谢。